这件产品，说实话，我看了以后感觉两个字震撼。大家知道，这个在咱们故宫啊，过去紫禁城里边，有一件翡翠白钗，这一件这么大的个头，在我们鉴定工作当中很难遇得到。这种翡翠，所以进口。玉件当中的一种，我们的玉器分为硬玉和软玉，软玉指的国产玉，也就是和田玉，而硬玉就是这种进口料，缅甸翡翠，它的硬度超过漆，可以划玻璃。大家如果做个实验，拿起来在玻璃上一划，只要是你带的翡翠。任何一件都能够划玻璃，因为它的硬度超过了漆。翡翠，这叫白钗呀。白钗聚来，包你发财，所以它具有招财、拿财、来财、包你发财的意思。大家看，整个白钗是包心儿，它的内涵就是包你发财。往往过去大户人家，在家庭的正房书案上摆一件白钗，这就是祈福纳财之意。同时呢，大家看这个料一清二白，表示我们做人一定要一清二白。所以这件翡翠白钗，我认为在收藏界不多见，很稀有。这就是它的珍稀性，珍稀性为我们的藏友带来不菲的经济价值、收藏价值，值得收藏，弥足珍贵。各位藏友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本期呢。官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11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官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。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关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官谷，微信7887-2456。官谷珠宝向您承诺，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3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